还有艾迪，我摸的抓的啊！boss 来了，我们赶紧跑，加油加油！啊，把前面的剪好，打成加好。AK 和机枪，哎呀，选 AK 吧，加油 ！AK， 耶、yeah, ，拿下 AK。散弹枪，散弹枪，哎呀，还是选加号吧。把前面的大壮拿下，漂亮，火力瞬间提升了。前面的285选哪把呢？哎呀，哎，不行啊，坦克，哎呀，人口又减少了，哎，这下通关肯定是没戏了。点击影片下方下载 Last Door， 和我一起玩吧。不是建议去相亲吗？哎呀，等我打完这场 Last War 再说啦。开局肯定要选家，前面木桶上的武器 AK 和狙，选 AK 吧，打爆木桶拿下 AK。武器升级之后，我们继续选择增加人口，增加人口最关键哦，人口增加火力也会跟着提升。人口损失了，记住啊，玩这款游戏的时候一定不要犹豫，选择时一定要果断，不然的话呢，一定会错失良机的。不，浩克出现了，阵容还是不太够，又白给了，我还是去挑战简单的吧。武器和家，我选加人口，清理一下小红兵，加大火力打下轮胎，拿下 AK， 拿下。前面有无人机，打打打。嗯，加人口吧，还是前面的轮胎应该可以拿下了。哇塞，大壮人口升级了，加油加油，打打打。哎呀，哦，这还不如不给我呢，把损失的人口给补充回来，试试装甲车。哇，又裁员了，boss 出现了，这关又没戏了，太难了。点击影片下方，赶紧来试试吧。你以为躲在这我就找不到你了？整天面对你，我只能在拉斯沃里找存在感啊！你看游戏里面不好玩，我能玩吗？我身上就跟你装了 RPG 定位一样，我躲月球上也没用好吗？真靠背哎！一个人就敢面对这么多小兵哎！兵兵兵兵兵兵，扫射扫射！哦，哈哈，拿下机枪，无人机和大壮，拿下大壮吧！汽车汽车，哎呀，飞机飞机 ！Oh no！ 没关系，把加号打满。哎呀，这里人手不够了，面对浩克白给了呀！赶紧下载 Last One， 看看你能不能通过这么难的关卡吧。你什么时候回家吃饭啊？家是马棚吗？我是弼马温吗？没有我喂你们吃饭吃不下是吗？你真的很靠背。واو لعبة لاست وور من الألعاب النادرة اللي إعلاناتها نفس اللعبة بالضبط يلا خلينا نجربها لعبة بيها نسخة عربية ودردشة عربية نقدر نتعاون ويا باقي اللاعبين حتى نسيطر على العالم أثناء اللعب تقدر تروح يمين ويسار شلون ما يعجبك بس لا تروح للاتجاه الغلط ممكن يخسرك انتظركم بلعبة لاست وور كبر جيشك حتى تقدر تفوز الزعيم الأخير اللعبة مجانية وكلش بسيطة ومع ذلك هواية ناس ما يقدرون يفوزون لازم تصير شجاع مثل أنتر وذكي مثلي انتظركم بلعبة لاست وور老板你好，我第一次啊去女朋友家，想给她买点礼品。像您这第一次去女朋友家，一般都是买点酒啊、奶啊、营养品啥的。有矿泉水吗？我女朋友她爸身体不好，不能喝酒啊。有，我给您拿一箱啊。这太多呀，她也喝不了，就这一瓶都行。哎，老板，你在玩啥呢？最近超火的 Last War 啊，这款游戏最近全球持续卖榜，我好多朋友都在玩。你看这关啊，这么多丧尸冲过来，我根本没在慌的，先秒掉前排丧尸，再向右移动拿武器，看见了吗？这伤害瞬间提升，这丧尸根本拿我们没办法，超好玩。那一会儿我也试试啊。哎，你这第一次去女朋友家，不给她和她妈也带点东西？对对对，得带。老板，那个卫生巾在哪里啊？你就给她俩带卫生巾？对啊，这女人嘛，都用得上了，给我拿两片。两片？哎，好，这礼轻情意重嘛，老板，这个钱转给你了，谢谢啊。